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母希巴 engineering， 真的是很惨啊，这边往下掉，剩下大概是四毛钱左右，真的是非常痛啊。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一大堆这个套牢盘，啊，这个难搞一点。然后呢，这边有个蓝色线的，这边对应这个从套牢盘也是套牢盘，呀，所以基本上是非常难操作的。现在我们把它靠近一点，看一下它这些筹码主力线在什么位置。可以看到这个蓝线呢、啊，蓝线现在价钱是 0.41， 这个20天均线也是 0.41， 这个 POC 也是 0.41， 然后这个指示线也是 0.41， 其实现在呢，它可以说是全部这些重要的线呢，就都已经在纠结在一起，已经是在准备做吧。对我来讲，他们在准备做发动了，准备做要发动攻上攻，但是几时会上攻呢？不知道啊，真的不知道呀。但是它这边有一个很好的启示，就是这条蓝色线，这条蓝色线呢，大概是在零。这边的时候呢是多少钱？OK， 大概是多少钱？大概是0.46 ，OK， 0.46 ，OK。如果他有能力突破这个0.46啊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马路信号 ，buy 啊，但是很远嘛。如果你要急的话呢，我们再去下条线，这个最高这个。就是这条紫线也是对应这个前高阻力，这条线多少钱？这条线是 0.43， OK， 0.43 呢就是第一个，如果它有能力突破 0.43 也是一个马路讯号，你看到吗？这边筹码突破这个 0.43 就是突破这个筹码了咯，也是站上去所有这些筹码阻力线，所以 0.43 我觉得虽然是有点投机的性质，但是 0.43 突破的话基本上也是一个马路讯号，没有突破 0.43 暂时就忘记它吧呀。这个就是我对母希巴的一些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意见，你的钱你自己做主，谢谢大家。